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把我丢给那个老妖婆。师妹，怀念你的屋里吗？三生花，你七七，你永远斗不过我的。来人！这不可能是君上。来人，将君上带回寝殿休息，他狼毒发作了。狼毒？狼毒什么？太妃如何知晓？最近一段时间，府里常有人莫名失踪，本殿命人去调查，才无意中发现了君上，他身中狼毒之事。太妃娘娘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一期的堂堂君上，居然是个中了狼毒的怪物，一期之祸呀！这不是你们正想看到的吗？狼毒发作，除人血无药可治，只要牺牲几条性命，君上他就能恢复人形。各位大人，你们谁愿意为一期奉献生命呢？一个怪物，一个妖女，竟然站在一齐权力的顶端。我说众同僚们，你们真心甘愿任由这个怪物操控吗？
这他可是君上，怎么能对他兵戎相向呢？君上，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君上了。不好了，蛮人已经攻入大殿了。魏寻呢？魏大人带着将士抵抗蛮人，可蛮人还是突破了护城防线，他们朝这边过来了。哎呀，快跑啊！还愣在这做什么呀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君上，回大殿。是。表，好久不见呀。眼下，先找到尹薛剑要紧。上。杀了妖女。真的是五族妖女，你不怕我？我
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我会慢慢适应的。没用的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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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即将继承爵位，能给你更加高贵的身份，只要你点头。我要带你走。君上轰逝，来人，收敛尸身。不，那是我的。诺言。